天池百韵，你帮我把他拼出来，我要打败他。 SMK？ 是的，我要证明比他强。你确定吗？ SMK 是有多炮管的重坦？确定，非常确定。行，交给我。坦克动画积木盲盒线索 SMK。 电磁百韵，你是打不赢我们家 SMK 的。不可能。你就等着试试看吧，我一定打赢他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电磁百韵能打赢 SMK 吗？开箱，大颗粒积木，还发现一对眼睛。 SMK 坦克是苏联的双炮塔重型坦克，1939年完成设计的，主炮口径 76.2 毫米，副炮口径45毫米。这样说你可能不太认识 SMK 坦克，但是你一定认识 KV 系列的重型坦克。听好了， KV 重型坦克是在 SMK 坦克基础上设计出来的，奠定了基础，你说厉不厉害？哇，了解了 SMK 重型坦克后，你觉得它能打赢电磁百韵吗？积木创意搭建，如果你喜欢我拼的 SMK 重型坦克，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赞哦，你的点赞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可乐哥哥拼好没？我着急打败他。嗯，电磁百韵，你着急想输吗？我是不可能输的。拼好了坦克的底盘，还有车身上的装甲，还差履带、副炮台、主炮台没有拼，不过很快就可以拼好了，你放心。你知道吗？ SMK 重型坦克它有两种形态，一种是现实中存在的坦克，不过现在停产了，另外一种是坦克动画中的角色，他们都是苏联的重型坦克。你还想看坦克动画中里面哪个角色？比如 KV88、 GT99、 KV45、 VK44、 KV99 都可以，记得告诉我，说不定我会先拼出来，后面不断更新哦。SMK 重型坦克组装完成，经典大礼袋，1、2、3，三个炮塔，炮塔可以360度旋转，前面的虎炮也可以旋转。SMK 电磁百韵要挑战你，他竟敢挑战我！是的，他都不知道你的厉害，让我去会会他。超级电磁炮，不堪一击。